最近大学生聚集的 PTT 上面选了人气男艺人，前三十名当中呢，纳豆排名二十五。哎呦，你知道领先谁吗？谁？谢霆锋几名？等一下，他是真的跟偶像摆在一起？谢霆锋排在30哦，然后26排在纳豆后面是谁？你知道吗？陈冠希。Oh my god！然后各位，最吓人的事情是纳豆排名25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知道排名第6名的是谁吗？该不会是陈汉典吧？陈汉典。你们知道他赢谁吗？不是，我想知道。第7名是王力宏，排在陈汉典后面。什么呀？还有谁？怎么可能？还有谁？金城武。讲真的，你以后背着那个立场来看，你会不会觉得纳豆太过分？其实我觉得纳豆他是很亲切，他刚才一来这边，其实只是要跟他打个招呼，他寒暄一下。陈汉典真的好蠢，他一讲话都是废话。陈汉典，纳豆，你今天这套衣服是你用心搭配出来的吗？他用心搭配，就很隆重啊。对，而且很长哦，他裤子很长哦。哎，来，你别狂哦，来，也太长了吧！这是我最末衣服里面最贵的，我就是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，多少钱？9000多块，这一件。但是后来我买的时候要花5000多块就买。你是在摸老鹰还是在摸？这边有老鹰哦，有啊，哎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不要讲，是骷髅头，就是老鹰，老鹰啊！我以为是彩虹嘞。之前在我们这边跳过街舞，就穿比基尼那个，对，加帽 T 什么都。可是彩花姐的问题是她那个土味很重，对。这种话你也敢直接讲？就很直啊，那 OK， 我喜欢她这种直的个性啊，我土味，我是。道道地地的台湾土鸡啊，是，对，所以你就会感觉我是很。我们今天有要把你改成比较不是比较洋味吗？对，我喜欢小 S 那种感觉，就是很有质感的。他哪有质感？没有。谁跟你说没有的？希望我以后可以就是像小 S 这么的有这个 level， 就开始一直不一样。其实彩华姐也很漂亮啦。哦，谢谢。哎，你知道彩华那个年龄就会跟彩华一样哎。会吗？为什么啊？系带金色高跟鞋，搭上一身蓝紫色的低胸礼服，彩花姐这身时尚名媛打扮，成功的让你跟欧巴桑气息说拜拜啦！我跟你讲，你的笑容是破绽。你不要笑，你退回去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你出来，芝麻开门。不要笑，臭脸，臭脸。臭脸，风尘味又很重。臭脸，臭脸。哇！你为什么？这是晚娘吗？为什么不笑？是后母。笑什么？还是笑霹雳火里面出来的人？对，或者客人流量越来越少，就开始发脾气啦。娘子老了还是怎样？去望城市里面女主角其实常常穿这样，是吗？去参加 party 看到我的背。怎样？像你有丐帮是不是？你管久了跨国的。专门有把他努力带上。高雅气质方面吗？他的高雅气质，我是从嘴巴的颜色先把它盖掉。OK， 对，啊对，嗯，就口红要变淡，一定要变淡。然后在眼妆的部分，我让他的你嘟什么嘴啊你？又流气的吗？你这样完全是人的问题。因为他的双眼皮其实很厚，所以脚把整个的。把整个眼影都画得好像很满，会觉得有点像夏威仙的感觉。夏威仙，因为比较高贵，所以我帮他盘起来，整个是往后梳。会不会让他年龄更增长？我觉得有。一般来讲是会的。那你干嘛这样？没有，因为衣服的关系，所以还是要弄一下。弄力啦，弄力啦！啊，盘的这样子看起来就很老气，对不对？看点不在，你要自己捡回来。我也在欲望城市。其实我本来要跟那个老师要求说，我想要露骨沟，就露背，有没有？像小 S 那时候，走金钟的时候，然后那个臀部是翘起来的，有没有？然后就是哦，就紧身的，然后就长礼服这样。你是不接客很难过是不是？整个那么想，因为我觉得你是我的偶像，因为你的身材很棒。他又这样捧我，害我不能羞辱他。那你赶快讲好话回敬他。其实今天这样子有看头。
长马靴加上白衬衫搭上小背心，这一身贵族学院风的打扮，陈汉典你整个人都亮起来了，我看没有人会再叫你 F 咖啦。哇，第一次看到这么正常。哎，真的耶。我的冰红茶呢？你还有九分熟的牛排。马上，给你们花太多时间在谐星的身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就好了，就这样，就 OK 了，谢谢。好，汉典恭喜你啊！谢谢，就是没办法，这是命啊。对了，我觉得汉典认清是谁，他说要走帅气路线，根本没有路啊。节目是不是结束了？对啊，好高兴啊！差不多了吧，时间应该够了吧？谢谢大家，明天有年杂志再介绍一下。全省的 Seven Eleven 还有材料包，希望大家都能够。哎，后面有三个地震的，地震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哎，我跟你讲，观众真的很期待。有一个邪物要出来了，我们要闪远一点。先撒野吧。嗨 ，Baby。一袭黑西装，搭上超闪亮的金饰宝石，还有挑染长发，纳豆你这身黑手党装扮，架势一百，哎，乍看之下还真有那三分样啊！太恶心了！搞什么啊你？老师，你是在闹脾气？我被他们两个刺激到，我不得不出此下策，我一定要让他。纳豆，你好讨厌哦！真的很恶心哎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接发吗？对呀，这是。你接的是你接的头发吗？你干嘛戴耳环？哇，你手好短哦！重点不是手短，重点是我戒指。他一笑，我说哇，戒指好大哇！纳豆，你走出来之前没有？难道没有预先知道我们会生气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你们觉得焕然一新啊！你觉得成功？就是另一种感觉，是不是真的有比刚刚的帅？更恶心啊！真的，讲真的，你刚刚那样子，我们都还会觉得这个人情有可原，但现在就是很可恶，是不是墨镜害的？各位观众，有纯真的一面吗？哦，戴上去，戴上去，戴起来，戴起来，好糟哦！耳环拿掉，耳环。你们觉得有像伟忠哥年轻的时候吗？伟忠哥年轻是这样吗？是，伟忠哥年轻是这样啊。真的吗？是。你把西装掰开，我们看一下那个腰带的部分，很华贵耶。你夸张吗？什么东西？西西，可惜了，怎么你真的是名牌杀手？西西就没有脖子啦。你自己看他没有脖子。如果不要外套，哎，算了，坐云顶了，坐云顶。